阿美族的动向啊，可以传播到很多人心中，造成就是刻板印象的电影里面去播放，然后传递错误的讯息。所以我们今天到这边来，我们要来办一场法会，这场法会叫做超度歧视法会。我们希望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不要再姑息这样子的事情，只要发生我们都愿意站出来。然后我们也希望今天过后，台湾社会可以重新反思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不单单是大伟卢曼二这一部电影才发生的事情，事实上从去年的铁丝玉玲珑二，其实也是用消费赛德克族群当作笑料。那在更之前，其实大家都知道说报告颁奖二其实也是深植人心，到现在还有很多台湾人认为原住民讲话后面会加德啦，可是其实根本就没有这回事的祭拜的期望。第一是立即向达悟族人道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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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修正及移除歧视片段，修正及移除歧视片段，大伟道歉，大伟道歉，歧视退散，歧视退散，核废滚蛋，核废滚蛋。好难过，继续丢。影片的删除其实是一个蛮严重的一个事情，这个可能不是我现在可以替制作方跟助理方回答，那我回去也会清楚的转达今天所有的相关的诉求。对，